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这一集终于轮到刀锋上场啦！刀锋在这次的版本里面是增强了非常多、尤其他在助攻或者是击杀完之后，他所回的血量、所恢复的血量都变得大概12%，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。那再加上他的技能是变得非常的痛，所以他在gank 人或者是击杀人的方面又更加就是加强了，所以这一集主要还是来透过刀锋来展示一下。那首先就来进行我们的钻石五秒钟啦。那钻石五秒钟就是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还有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钻石五秒钟吧 ，Let's go。啊 ，Go Go Go！ 终于又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啦。哎，好像不是比赛现场，游戏现场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走的是打野路线。我主要还是先把我的等级先推上四等。那在四等的时候，刀锋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快，因为有四等有大招，真的差非常多。那其实现在就是要来吃这条古龙啦。但是我把它吃古龙的时候，看到中路竟然被 gank 就直接往中路走，看是不是可以杀一波。没想到是只能换一点血，把对方逼退也是好的啦，把对方血量削弱了，这个古龙应该是绝对可以拿下来，应该没人敢过来乱的吧。好，拿完古龙之后，就看到上路感觉要打起来。啊，这边会放技能是因为我感觉草里面有人，然后就放了一堆技能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往那个魔龙去靠，可是就看到这个蓝啊 ，buff 我就尽量有可以吃的我就先把它拿下来，一些资源比较重要的就不拿白不拿嘛，就看一下视野，两只都满血，就直接进去。我们美娜勾到人了，这边我直接去吃魔龙。那我们选择吃魔龙，因为中路娜塔亚还在他们中路，然后上路魔龙牛魔王也没有。也没有发现我们在吃龙，应该是或许有发现，可是他也不敢过来。接着呢，我也是去对方的野区繁野，因为看到对方蝙蝠侠在中路，那马上赶回去中路。那中路蹲了一下，看到对方娜塔亚先消一波血量，再送他一个大招，鼓动一下平 A 让他回温泉。那现在看一下，没有蓝，这个野怪是一定要吃，先收掉，这对我们可以压制到对方的有没有那个蝙蝠侠？我看到这个井哦，我现在天不怕地不怕，因为等差已经来到三等，我已经七等了，那个井只有四等。可是我们的凯撒路的那一只好像就是被对方 gank 了哦，我这边再去杀他一波，直接再贴我的大招，有没有？哇，他直接就走了，杀不到，杀不到，差一点呢，那个 Holucan 实在是差一点，就接了吃古龙，因为血量。剩下半条，那吃完这个，我的续航力又再更高。那先来拿这个红 buff， 红 buff 对于刀锋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 buff。那至于刀锋，我个人是觉得蓝 buff 可拿，就可不拿。拿的方面就是说，减少一技能、二技能 CD， 就算没有杀人，可以减少。可以看到对方的蝙蝠侠，哇，这个娜塔亚非常的痛，就绕了一下，好，准备回去收人头。接着我大招要贴对方牛魔王，可是我其实是想要贴娜塔亚，但是发现娜塔亚回塔下，第一个就是超出我大招的范围，第二个就是我进去贴，我很有可能就出不来了，因为大招因为他的塔很痛，我血量所剩不多。可是这个反野一定要的，我们走一下位，这个娜塔亚送你回温泉。哇，我们那个我们龙骑士、龙战士帮我缓了一下 ，OK。那接下来这个魔龙，看一下视野。这牛魔王应该是不会过来，因为我看一下，就直接单吃了这条魔龙。吃完之后，我血量其实说真的不太足够了哦，剩下三分之一的血量。啊，吃个补包，没感觉可以再 gank 一波，可是我血量差不多半条，然后先消一下对方牛魔王的血量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我们头上出现蝙蝠侠在我们附近，我马上走。这时候我们的美娜做得非常的非常的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娜就是把对方的蝙蝠侠都牵制住了，牵制住了之后就导致说蝙蝠侠一定要现身，因为他会打我们的美娜，因为美娜大招就是一个嘲讽嘛，把周围附近的嘲讽攻击自己，之后蝙蝠侠就攻击我们美娜，他就现身，不然我刚刚真的差一点
就会死掉的哦。然后就再次进场去剪尾刀吗？收人头吗 ？OK， 都可以。好啦，现在看到一下对方下路的 Hurricane， 应该是可以杀一波吧？哇，贴不到，贴不到，对方跑得非常快。因为刀锋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没有位移技能，他大招只能用来进场嘛，进场贴不到你就没办法。然后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就没有发讯息，可是他自己就发一个呵呵，打得不错。你们可以，如果没看就可以回去看，我明明就没有就是按挑衅，可是他自己就发。我们蹲了一下小，对方竟然知道我在这里面。这时候这我们小维竟然跑过来救我，他的一个漂亮的大招嘲讽，让我有一个可以。那么安心的发挥，充分的发挥我的输出，造成了一波反杀啊！这个美娜来的时间点真的非常刚好，她只要再晚来一秒，我可能就蒸发，那这个世界可能又会不一样。这非常重要，好险她及时赶过来帮我嘲讽，那就是让拖更多时间，让我大刀冷却 CD 啊，然后可能你队友也可以赶到来支援。OK， 这边我们小维竟然被追杀，这直接就大招贴上去啊，就直接就把对方的蝙蝠侠给秒掉，给带走。那另外一题啊，我们小维也是有捡了这一场的精华，那我会放在右上角，你看到右上角，现在应该会跑出来右上角。好，有兴趣可以看去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来清一下对方，现在打得非常哥，我就直接贴进去，我不管啦、啊，因为对方是两个软皮脚。对于刀锋来说，这切人头是非常好。我刚刚吓了一跳，因为蝙蝠侠感觉大招要过来，哎，差点吓死人啊！哇，又是一个三连杀，这尾刀一定是要的、啊。身为一个刀锋，刀锋在最以前就是被誉名为尾刀狗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刀锋在这个版本里面，他的输出跟大招都改强了。对于刀锋来说是刀锋迷来说是非常大的福音，可是在真正打什么 SS 场啊，比较很高端的场，说真的刀锋是不行出场的，还是要以纳克罗斯为主。那打打这个场应该是 OK。 哇，这蝙蝠侠竟然在我旁边，然后哇，对方说杀完我一次他就要投降，各位这绝对不能黄牛，绝对不能食言的哦，我等一下就一定会去送那个人头。这边我一直在找机会进场，我一直想要去贴对方后排，可是这对方卡在这边，哇哇，对方娜塔莉亚实在是太痛啦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死了！我这边就直接打死，因为对方说我死了一次，他们就要投降的哦，这不能黄牛的、啊，对方都说我死了，我死了，这不太对吧？对方你应该。该投降的吧？不是说杀完一次就要投降的吗？这跟我们剧本写的不太一样哎、欸，这跟我们脚本不太一样吧？那就直接来打凯撒，凯撒之后我们可能一路杀到底。我的想法就是，直接杀到他家温泉去啊！哇，竟然这蝙蝠侠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对方的温泉移动啦、啊。移动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。我很想要贴对方的娜塔亚，可是娜塔亚都躲得非常的后面，然后一直想要贴，他们都躲得非常后面啦、啊。这时候我在等大招冷却时间，我不想要去打珠宝，为什么不想要去打珠宝？因为我想要去杀人，想要杀到他们温泉去。贴到了，哇，这个 Hurricane 跑得非常快啊！我完全不会去想要打珠宝，因为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。刀锋杀人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，你知道吗？血量不够啊，这边直接进场，哇，击杀到人了。可是我血量实在，那个对方娜塔亚实在太痛了，大招直接就往我脸上打，死了第二次。OK， 没关系。我们的普雷塔说再骗，因为他们说我死了一次，他们只要杀我一次，他们就投降了，这应该没差。这场。赢的几率大概是87%，不能再高了啊！有空还是要打一下魔龙啊，因为我们很多队友，你可能会说15等就不需要魔龙啦，可是我们很多队友都还没满装，所以100块经济还是需要的。好，现在就是在带兵线，我发现我们中路一条兵线其实老实说是不够的，
就发现其实我们都快要打不进去。这时候中路一波会战，我终于要去贴对方纳塔亚了啊！没有，竟然又是贴到这个牛魔王啊！这纳塔亚实在是非常会跑。这时候又来一个漂亮反杀，因为大招冷却时间又好了，就直接贴到对方纳塔亚，造成一个三杀。就在这时候，我血量非常惨，竟然惊艳对方的 Hurricane 这个拳王。哇，他直接开启一个斩杀，我又是一个漂亮的反杀，达到，这应该算是四连杀了吧？哇，我就站那边等对方复活，这一复活，主堡如果没爆的话，直接大刀冲进去了。那 MVP 就是我啦，我的刀锋宝贝。那这一场我是跟我们的小维联手出击，达到四连杀、三连杀、超神，还有 MVP， 我这一场拿到了24个人头，死了两次，6个助攻，看到经济非常的狂哦，14000多块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队友其实也才7000-8000，可是我的经济已经得快至他们的两倍了，非常夸张。我对英雄伤害造成47%，哇，非常高啊！你就知道刀锋在顺风场来说是真的很有用。他可以把顺风的优势扩大非常多。这时候应该会有网友留言说，应该拍一下刀锋逆风怎么打吧。我跟你讲，刀锋逆风真的很难打，非常难打，那个境界可以说是你要跟队友配合的天衣无缝才可以啊。好啦，这一场刀锋就介绍到这边咯。如果还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下方点个喜欢并且订阅频道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